朋友们啊，毕生在重游啊，故地重游啊，前三年前来过一回了啊，看看今年又来了啊，哎，跟谁来的？阿峰啊，夫妻俩啊，我们两个啊，看看今天要到这儿了啊，哎，这都车友啊，都是老顽童啊，在这玩一玩，看一看，这就是毕生在啊，冯小刚电影啊，《芳华》就在这儿拍的啊，所以火了现在啊，看看。毕生在，哎呀，重游啊、哦，看看，看看我们俩在里重游毕生在啊，哎，这就毕生在火车站啊，哎，三年以后我们又来了啊，朋友们，今天到了啊、哦、云南啊，毕生在景区啊，铁路啊，这就是电影《芳华》在这儿拍的取景地，就是《芳华》的取景地，毕生在。就来这儿，毕生在车站。战火开，看看朋友们，这就是穿军装照相的地方啊！还得穿上，这，哎，行，看看啊，我们。这也是老兵啊，今天又回来了啊！真的，这当这就赵军老磕碜了。哎，这哪也不一样。啊，录像好了，挺活的感觉了啊！穿上军装，老兵啊，你是哪年兵？八一十月份，82年的兵啊，八一年的兵，82。哎，你看，他就完了，给那个啥呢？一路芬芳，满山通车啊，毕生在，我们来了，重游毕生在。朋友们，火车通车呢，啊，你看这铁轨还亮亮的呢啊，这都是这条火车路还在继续用。来了火车，火车来了，看看朋友们，看一看火车来了，电力机车啊来了啊，看看这是越南的还是中国的？还是越南的中国的，看看这车站现在还继续在用啊，看看这大钟啊，啊，看看没有，都是原先的钟啊，哎，当年的。小伙重点文物保护啊，哎，云南的毕生在车站，啊，各地石铁路。看看迷轨铁路，110多年喽，还是这么完好。看一看多好这景啊，这就是毕设。铁路到头喽。这花跟假的一样。这个古镇啊，毕设在古镇。景区也转完了，开始往回走了，下车了，到舒尼小镇去。看看，到
我扶你一小阵啊。谢谢朋友观看。